子哦，所以呢，在夹好的地方，你们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害怕，因为呢，妞儿都绝对会帮大家预留穿长袖的空间。小旋风有做一些小抽须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小香风是完全升级的面料？这个完全可以正式，完全可以休闲。它布料上的高级感，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，因为呢，它是有点藏蓝色的灰蓝蓝，我觉得超级高级的。好，可以搭出不一样的休闲感，不一样的氛围，不一样的高级感。